铁人这次还算说话算话，我来吧。你手上有伤，再说了，我的枪法你还不信？你去准备归队。好，你多小心。 你们事吧？没事。哟，甘县长，你受伤了吗？我没事，只是擦破点皮。王八蛋，耍我！唐队长，冲过去，消灭敌人！是，同志们，准备战斗！是。 甘县长，你受伤了，您别慌，不用，这我和叔公。甘县长，叔公。 有我们在，他跑不了。不行，我要跟你一起收拾这个后人。哎，甘县长，要不然你就跟在队里吧，前面太危险了。哎，小瞧我了啊！别忘了，我打过三年游击的。 甘县长，你留在原地，我带同志们上去看看。特务阴险，我怕前面危险。好，上行，同志们，围上去。 甘县长，你们已经被包围了，立刻交出武器投降，不然我们就露手榴弹了。甘县长，您受伤了？我没事，你快去照顾其他受伤的战士。那怎么行啊？现在在我眼里，您才是最重要的。小黄，你怎么会在这儿？不好意思了，甘县长。 我也是南宁市宁德街的人。你是惊蛰？别费劲了，我的枪法您最清楚了。你不怕我喊吗？有种您就喊，我可无所谓。你要怎样？ 把特派员给我救出来，马上！你这是在命令我吗？
这阵势你也看到了，我怎么办？这不都是您干的好事吗？特派员今天要是救不出来的话，您也别想活。你要我怎么办？非要您就会这么说。在特派员不远处有一个溶洞，但他不知道，你把他给我带过去。我怎么带过去？甘县长如此聪明，自然会有办法的。甘县长，您可别耍花招啊，我的枪法您最了解了，要不然我就算是死的话都得拉着您垫背啊。同志们，准备集束手榴弹。对面的人听见了没？立刻交出武器投降，不然我们就扔手榴弹了。王八蛋，你竟然敢耍我！我是来救你的。救我？你是来杀我的吧？是金哲让我来救你。右后方50米有个山洞，我现在是你的人质。快起来！甘先生，都别动！你们要是敢动的话，我就杀了你们这个头！别管我！开枪！扔手榴弹！快开枪！扔手榴弹！少废话，闭嘴！放下这武器，主动投降！炮打雷，快扔！开枪打死他！把你们枪放下！给我走！谁都不许开枪！狗特务，你打死我吧！扔手榴弹，炮打雷！我命令你，快开！走，是。